继承者最贵的导师莱昂内尔梅西，传授神技足球射篮筐。梅西这个世界上身价最高的足球运动员没有之一，五届金球奖得主，史无前例，世界唯一。在绿茵继承者，梅西也将他珍贵的时间和忠告给了16名来自中国的小球员。也向世界展现了他的足球绝技。现在梅西要挑战的是15米。梅西面对王世龙的防守，横向一拨，把球传给了维托，维托回做给梅西，陈汉来防梅西，远方的合同战把球回做给梅西，梅西面对篮筐轻轻的一撩，这球能进吗？打板入筐，好 ，OK。郝海东防守梅西，梅西横向一拨，郝海东碰了一下皮球，梅西还是没有能够过了郝海东。这次郝海东直接飞铲，这个铲球动作在梅西的两腿之间划过，梅西过了郝海东，郝海东迅速的起身，起身速度非常快，梅西再次横拨，摔倒了。